好，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又来到了坐着可以进行的瑜伽伸展动作，要帮大家开展一下肩颈胸口。好，那第三个动作呢是放松我们的肩膀，那方法是一样，先来到坐正的姿势，接下来两只手帮我去抱你的肩膀。好，所以你的手臂就会在你的胸前这样子交叠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阶段。好，你可以停在这边，一样停留三到五个呼吸，然后慢慢的帮我让你的手从手肘这边打开。好，停在这里。好，那记得肩膀要有个往下远离耳朵的力量，不要耸肩咯。如果停在这里三到五个呼吸之后还可以进阶的朋友，可以再帮我把手反向的交叠，也是把你的手往后勾。好，然后一样肩膀远离耳朵，再慢慢的把你的手肘抬起来，记得它是一个相抗衡的力量，肩膀往下，手肘往上。好，一样停留三到五个呼吸，就可以慢慢的放下来，解开，放下来，就可以得到肩膀的伸展咯。那这就是我们第三个伸展动作，记得刚才是右手在上，之后观众朋友要帮我换边，换到右手在上，然后一样再进行做一次哦。肩膀，卡塔。肩膀，卡塔，肩膀，卡塔，胸口，胸，胸口，胸，胸口，胸，手肘，肘，手肘，肘，手肘，肘，放松 ，relax， 放松 ，relax， 放松 ，relax， 耳朵，咪咪，耳朵，咪咪，耳朵，咪咪。